大家好，今天我跟我表哥呀去吃烤肉，突然给我一个特写。哦，堂哥，抱歉，堂哥。这家店好像之前是蛮有名的耶。哦，必吃榜，我就按照必吃榜上找。太吵了，我觉得是那种鼓槌，拿鼓槌。觉得可以敲吗？可以啊，人放不然放这儿干嘛的呢？店铺重要财产，请不要触碰，我那个不算的。他说的里边的，你不是傻？哇，你看这好多肉啊！咱们悠着点儿。他不就哦，对对对，点个这个，肯定得悠着点儿，好僵硬啊！废话，你突然不声不响，突然对着我。因为今天我付钱，对吧？我表哥啊，堂哥。专门从北京过来蹭饭。哎，晚上我还要请你吃雪蟹呢，好不好？但你之前没有说要请我吃，所以就是看你有没有诚意嘛。行吧。不是，我觉得你要为我澄清一下，我本来想让你请我吃羊肉。哦，改成这个已经算是很仁慈了。好像是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要感恩，你知道吗？我要说过他，他会说话。我们点了一份这个，没这个还有什么？感觉是辣的，我尝尝，真的挺好吃的，是甜的。你觉不觉得很像就是吃日料的时候的那个生牛肉沙拉？哦，有点像，有点像，是吧？图上好像里面有三文鱼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哦。挺好吃的，好辣呀。搞这么正式干嘛？还干杯！你有生以来第一次请我吃饭。谁说的？我那甜点不算我请的。那是饭吗？那饭啊。这不是正餐啊。你不就请过我吃一次吗？是啊，我也没说我请的多呀。行吧。然后它不会，那个辣味儿也不会出来。美食主播吗？就是他是牛小排。嗯，哇，这个真的能吃。我基本上入口即化。嗯，也很嫩，这就是西冷放到寿喜汁里头，然后放到里头烤，然后最后可以蘸这个鸡蛋液，然后裹着饭团，还裹着饭团。就真的是每个肉都有自己的吃法呀。蘸黄油，黄油的味道没有那么重，它不会把肉的味道盖住。就这个黄油里头好像带蒜蓉还是什么的，不知道。上脑尖，然后是放到这个萝卜泥柚子醋。你猜花了多少钱？460左右吧，不对，700。哎，可以，694，700除以2，得多少？300，350。啊，350，这个啥算数啊？350，我需要时间想一下嘛，我可以算出来。啊，这人均350，一看就不是没有接受过中国的基础教育。哎，这桃子行啊，桃子也没有接受过呀、啊。所以你应该叫他哥。反正你晚上还请我吃呢。对啊，不就折回来了吗？我晚上再请你吃的饭，你再一折，你又没够300，怎么办？然后到时候去做 DIY、哎、不够300怎么办？反正我请你吃饭，折回来了，不够300。不够300 ，DIY 你之前读吧，学古文的肯定看书看得多。这都是外国文学，好像。反正我这个文盲是不看书的，我以前看得多，但现在越看越看。老人与孩这种看过，肯定看过吗？这种经典的我肯定看过。这种对于我来说就已经太浅了，还是太深了？太浅了，就是没有难度。笑林广记可以当材料做研究。好，别说了，我听不懂。哇，我只知道这个《三字经》：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习相近，习相远。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啊，苟不教，性乃迁。教之道，苟不穿。来，什么来着？苟不穿什么？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意思。贵与穿。哦，贵与穿。
他今天去看这个剧，话剧。今天我可以送你一个。不要，你就告诉我结局就好。这个结局不没法讲。走吧，我送你一个。走吧，我不要，我真不要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给我买，我也不想要，我也不读，我真不读。我给你买了，读不是你的事。那你干嘛给我买呀？你这不浪费钱吗？我真的不读，我真的一晚上就看完了。这不是强迫我读吗？不是，你在干嘛呀？找本便宜的书。他不走了，他一直在待着，死也不走。走吧。我不是怕你沉吗？不是，我不是怕你沉吗？才放背包里头。不是我想要，我是真的怕你沉。这个植物的好像看起来不错呀，让人做植物 DIY。他特别喜欢花，天天养花，朋友圈就发花。是在这儿可以做吗？对，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卷？真的植物还是做人生花的产品？你们要打理的还是不打理的？打理很麻烦吗？哦，挺简单的，就是一周两周给它喷次水泡。那算了吧，会死。一周两周。那就弄这个呗。你这种你可以拿走吗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有生命吗？就是刚刚看这个底下这个蓝。自己创意吧。哇哦，你看这个是龙猫。哪个龙猫啊？这个不是啊，哦，不是龙猫。想啥呢？这个怎么那么眼熟？这是幽灵公主的。啊，对，就是，对吧？对，幽灵公主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龙猫，因为龙猫里头有那个煤球。是那个龙猫。你看吧，你看吧。我以为你说这个是龙猫。没有，我说的是龙猫。好好好，我没有反应。你说你想说的这是龙猫里的东西。我好多宫崎骏的呀，我要宫崎骏的。好大呀，这选小的。那单调，选一块小一点。哎呦。然后这样，你在这儿放一块石头。你也能动啊，真的吗？你做吧，你是真够闲的，居然能想到来做 DIY。还不是你没有任何兴趣爱好？谁说的？这拍视频不是兴趣爱好，我负责鼓励。你做的真好啊，好厉害呀！一个拥有几十万粉丝的人在这么阴阳怪气，合适吗？加油努力 ，DIY 要用力。我负责审美，你审美不行，是吧？我审美不行。对你审美不行。说的我觉得你特别好看。我真逻辑转不过来了。不是，那你没有必要拍我脸部特写吧？稍微要留一点厚度，然后等一下放那个弹性。像做蛋糕似的。这个产品其实就是我做的。哦，真的是你做的，做的超级好。你看过宫崎骏的这个吗？啊，对，就是看过那个森游。对，我刚刚看这个就觉得，哇靠，好烫！我就觉得特别像那个幽灵公主的。你看，学学人家做的那么好。这样觉得。有点像花果山。那这地方再粘一个，让它把它夹住。你挑了啥啊？我挑了两个花。哇，没想到你竟然会选这么艳色的花。你觉得这个艳吗？我觉得还好。就是我意思这种比较红的呀。我以为你会挑那种蓝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这个人很阴暗还是什么？这是你自己说的。做的太入迷都忘记拍了。我们现在就是往这里头插花。因为渴了，所以我刚刚预定了喜茶，喜茶在上面，现在好了，让我过去拿。做好了吗？干嘛呢？偷我东西呢？要了，你都找不到。你跟淘淘好像，淘淘也是做这种小的细心的东西。你是知道哪吒要上瘾，所以才抠出来的吧？这抖音。那我也太热爱传统文化了。开始描述海胆的味道。它加了紫苏，紫苏是那种。停，我觉得听不见。说吧。不是太大声了，太小声了。就你我说大声一点行吗？就因为它加了紫苏叶嘛，紫苏叶是那种有一点点刺激，但是又是清香的味道，就把海胆的还有那个肉的那个腻味就都遮住了，酥的那个味道也会被调和掉。我也不知道谁才是真的美食博主，淘淘和你是真美食博主。好，江江，可以，挺好看的。江江，江江，挺好看的。确定吗？认真的吗？高低层次吗？对，还可以的。哇，专业点评，高低层次。我拍一下。结账吧。你结吧。这多少钱啊？这个398。398。好吧，那这期就这样了吧。拍的真的非常非常的随便了，好水啊。你可不随便嘛，这个东西基本都是我一个人做的。谁说的？你们浪就负责看，还要喊好看，还要去楼下买了喜茶，然后最后付了个钱。哎，付钱算很多了好吗？那要是大家喜欢这期的话，记得投币、点赞、刷得动，就用。